他两点来了，我先把他请来。他跟朋友出去啊，朋友来找他，他要出去。哦，因为他那个驾驶啊，他死死的卡在那个驾驶舱内啊，他的车门那个车门跟那个方向盘，还有他的那个中控台，全部都已经都夹死在他的身体上，所以我们耗时了蛮久，从先车顶跟车门都花费非常时间，而且他那个车底相当的硬啊。我们用我们的油压破坏剪撑开器，还有手动油压这种。一系列的破坏器材做这次的救援动物用，它有个开放性的伤口，所以它可能会导致它的出血，所以我们也及时做那个 IV 的动作，对它进行输液，增加它的那个循环。它一开始还有意识，是的，还有意识。它后面是我卡的状况，是的。它的车门跟它中控还有驾驶那个方向盘，在它的身体夹得非常的死，非常的死，所以需要破坏的非常完整。空间要创造出来，才有办法做脱困。先送走了，他们意识都还算清楚，所以我们尽速送那个就近的医院。来，